这里是神门山拍的云海，其实每个角度不一样啊。今天就试试看，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高度来拍拍看这个云海，所以视野不一样啊。其实有时候那个美感也不一样，反正都是很美。但夕阳要西下了，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合欢山这边的云海。我在石门山。3200多公尺，好，各位分享一下，拜拜。